一个电话给我打的卡出去了，我直播都断了。应该不会忘吧？应该不会忘。我刚刚在那个如是书店那边喝了一杯特调。保佑我明天，哇，谢谢爱的守护，你们保佑我明天可以顺利的签合同。烦死了，他给我打了一天电话，你说我在这边忙着找房子，他是一闲着就给我打电话。我刚刚开直播，刚刚开直播，还没刚刚跟大家聊两分钟呢，他给我打电话，然后直接把我直播卡出去。星星眼边有一撮小头发，没有啊。你看，来，有点 我从早上10点，然后在这边开始找房子，我总共看了有10套房子，一开始看的有点贵。然后性价比不高，然后后来我就走得很远，然后走到了崂山这边，然后崂山这边的房子也好贵，然后我又走得更远了一些，就找到一个很便宜但是很好的小区，然后但是我觉得。反正我们已经，但是我觉得这房子很好，而且是我们在青岛的第一个家。有一点糗。这边算是崂山区。就是崂山区，然后我们找的那个房子大概离崂山区的金狮广场还有那个利群广场大概15分钟的车程吧，反正有稍微有一点偏，但是要偏一点租房子才比较便宜，而且可以租得很好。啊，说地址也没事儿。这个青岛的小区吧，就是管理很严格，就是你随随便便你是进不去的，而且就算你进去了，你也不会，你也上不去楼，特别特别的严格。我中介带着我看房子都特别的麻烦，就是你要进这个小区要授权，
进去了以后，然后如果你想进那个小区的楼层也特别的麻烦，需要业主的授权，然后坐电梯也需要授权，哎呀麻烦死了。哦，算是新小区，算是新小区，上房两年，挺新的。反正如果是在市中或者是市北，找不到那么新的房子，就算能找到的话，价格太贵了。走得偏一点，房子就很新，然后很漂亮。而且很便宜。我们在江苏的家没有暖气，但是我们要来这边开咖啡厅，所以我们要先找到住的地方才行。我们以后就要长期的，就是住在青岛了，太好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以前我想的是在青岛租一个房子，推开小区的，就是走出小区。走出小区，然后我就可以在海边跑步，然后来到这边找房子，你会发现，在海边的房子，一个月的租金就4万起步，耶、yeah? ！然后那时候看完房子就发现啊，推开你的小区门，想在海边跑步不太现实，没钱。然后那时候想开一个咖啡厅在海边，我咖啡厅的大门就是正对着海，想的可好了。然后后来发现一年的租金50个 W 还不算装修，纯租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接不了我哥的连麦，我为什么接不了我哥的连麦？有没有人去跟我哥说一声，我接不了他的连麦？不是等级低，就是连不了。我接了，但是没有通过。连线已关闭。我连了，连不上。我开连麦了。谢谢乐乐姐的兔兔，好漂亮。是吧？啊！我就刚用衣服搓了一下我的脸，我现在这边好热，太干了。因为我出门比较着急，我什么都没带，我涂脸的东西什么都没拿，我就是出的太着急了。然后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也没有涂脸，
我就是我，但是我是那种沙漠干皮，我不涂脸，然后脸就会特别干。我现在就感觉我的脸都干的，就是在那里要裂开了那种，有撕裂的感觉，而且会爆皮。你说我脸为什么那么干呢？但是我今天因为出来的太着急，我们出来的太着急了，我什么也没带。哥，你刚过连麦，我连不上你啊。为什么？谢谢楠楠姐，谢谢 DKPP。为什么太卡了？为什么我哥太卡了？我连不上他的连麦，是可能是我卡。可能是我卡，不是他卡。我不看吗？他看，他为什么看？没有啊，我自己在青岛，妈妈在家收行李，然后我哥也在家收行李，然后他还负责学习，学习收行李，然后我来订房子，然后明天，明天签了合同没有问题了，然后回家，回家就搬家。哇，好漂亮！谢谢李丽姐的皮卡丘，谢谢李丽姐丘比特。真的是我卡，家人们，我哥连不上我，我哥真的连不上我。是吧？是我卡。我下播，我重新上播，我重新上播，我试一下能不能连上他。我下播了，我重新上。